今日呢，白白太水是到台东嘅南太马里海桥滨海道，台风村有29户人户，很多个人总开盆水搭配枪枪，隔个半夜第一批原住在民嘅营救物，总算摕得起里完工诶。部分嘅在民是得提供廿一千衣服，第二批嘅营救物也按算深夜的时间会完工。希望工人的开幕，不但像代表爸爸水灾之后的再起重生，对台马里乡家人本来下了大体的29户台风村民来讲，还是一个重要的日子。因为按自在面的提出部分重救物，就已经是好救物了。67岁的水灾户王爷，一家是台北后，总算是梦到一个安定的住所。我希望早起就当起来，当我这大哥更容易。过年要搞，哎，过年搞，我是想讲看下这机会，当这少那也袂啦。就是请我们展会的。有世界之梦会，然后国际台马里向的起立合作戏的重要物，日程做得本是副的在面单元戏，每幅32片的室内空间，本五三英的家庭使用，怎么个充足？要等到他们的抽签，然后他们怎么安排，谁住在哪里，安排好了之后，当然就可以开始进驻。那我们也会在进驻的过程当中，各界的物资捐助的不论是家具，不论是任何他们生活所需要的东西，也都在进驻的过程当中，就是会都会来进来。世界展望会表示，天一部分的重救物在至今开始起嘞，因为土地户口较多，豆腐的设计也会特别规划。不过最近在到30日，正做了一本南汇19户在面单游戏，虽然魔法图付的到过年，不过总算是渐渐的安定下来，而且正做了魔法魔乐的重新开始。客家新闻总准提东报道。